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 Allison， 我们美丽女孩。玉馨、Cherry、闪闪、Ashley、若曦。好，我们看一下左边。好，我们也看一下右边。好，女孩们有没有自己的手势跟你们的代表手势呢？好，我们也可以换个 pose， 我们可甜、可盐，又帅又飒。好，我们看一下中间。
饰代表就是他们 Alice 的 logo， 好，看那个手饰就是代表的 E Alice。好，我们也看一下中间，我们每一个角度无死角的美丽都让所有的镜头都捕捉到。好，我们看中间，我们再看一下左边，让每一个相机都捕捉到最好的画面，谢谢。好，他们是 Alice。 好，我们队形，我们有没有说我们可以有低，或者是有人可以摆出不同的动作，有人是比较甜的，有的是比较帅的，有的是比较辣的，五个女孩有各种不同她们专属的个性与魅力。所以在我们进场的时候，迷你朋友们也都有拿到两瓶香水，五个女孩有五支专属的香味气息。好，他们要再往前一点点呢，再看一下左边，哇，大家都想要拍出许多美丽的照片，很期待今天的新闻稿呢。好，再看一下右边，好，我们也看一下左边，好，我们也有别的可以换一点别的构图，这样有没有跟我拍到的吗？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好的，五个女孩各有魅力啊、哦。那我们在进场的时候，我们的许多媒体朋友们都有收到我们的见面礼物，就是呢两支香水，但是五个女生都有她们自己专属的香水啊、哦。好的，那讲到这个呢，我们的出道仪式也要准备开始了。出道仪式呢，我们这一位来帮我们喷香的嘉宾呢也大有来头啊、哦，人气女团出身的，也是来自于香港的 Elky。Elky 呢，他的粉丝啊也非常的支持，还叫他香水姐姐。香水姐姐来帮我们的学妹们，好、啊，来给我们做一个站台，然后待会来帮我们这个喷香仪式代表出道，这样好不好？好 ，Elky 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对于这个 Alice 的祝福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ky 庄定心。然后今天呢，我就作为这个香水姐姐，然后也是一个女团的小前辈吧，然后就想说来传递一下这个能量，以及就是一些心得给他们，也希望 Alice 之后可以坐着 elevator 很 speed up 的去往上。是的，而且呢，这个香水啊，没有办法挡住它的魅力与气息。All right， 好的，那么我们先把它
客工交给我们旁边的工作人员，然后女孩们准备好你们首饰，喷香水，喷香，然后学姐们呢帮我们喷上去之后，我们三二一，那大家也捕捉画面，三二一，所有朋友们，后面的粉丝闺蜜们，我们一起见证他们正式出道，好不好？来，三二一 ，Alice 正式出道，喷香。好的，那其实，在去年未来少女的出道
他们都是精挑细选的，每天都在练习，今天可能比较像放假一点点，对不对？刚刚在休息，现在才有休息，其他都在练习哦。好，我们来请问一下队长好了 ，Alice 为什么会取这个团名？然后你们的风格是什么？团名其实 L 它是法文的意思，是法文他们的意思，他们就代表着我们，我们是一群一起努力、一起追梦的女孩。然后呢，其实里面有个 and， 它是大写一个朝鲜风格字体，它象征的连接是我们团员彼此之间的连接，也是我们跟粉丝还有跟日光之城的连接。而最后的 S， 是把我们几个聚集起来，我们有五种不同的女力风格，我们是以女力为基础的风格。是我们每个女力风格都不一样，凝结在一起就有更大的力量。可甜可甜呢，代表着我们是从三立宝放日光之城出来，以全新的样貌要展现给大家最好的我们。真的，我们已经把最好的等到今天出道呈现给大家了。那你们想要给大家看到什么样的 Alice 呢？这个 Alice 是跟以往日光城市不一样的风格，因为我们现在 Alice 的风格是有一点既漂亮又强悍的女力形象。哇，既强悍又漂亮，而且呢又很狂。但是那个实力呢，我相信大家已经慢慢感觉到他们的魅力了。刚刚我们也看到出道的代表作这个单曲 Elevator 也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好消息，今天各大音乐串流平台都上架了，对不对？对，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说要PO限动有没有，可以去找那个音乐帮忙呢宣传一下。好的，这个代表作呢，在录的过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或者是觉得很不容易的？其实因为这首歌它算是蛮难的一首歌，它的音域比较广，然后我们的舞蹈也排的丝毫没有逊色于音乐的感觉，对，都排得很满，就在比谁比较厉害的。还有非常多的伴舞老师们来帮我们一起同排。对，除了排练我们五个人的舞蹈以外，就是也要跟其他的 dancer 老师们一起排练这样。哇，那你们在做这张单曲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也很认真、很用心去了解五个女孩，五个女生要凑一起也不是很容易，而且五个性格都不一样。听说你们对于这首歌，五个人都有参与，都有意见。那请问是什么样意见？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那我跟你意见不一样怎么样？对啊，你们五个人都有把一些想法。对。意见听的这首歌，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你的想法是什么？在这首歌制作的时候，比较像是，我们五个都有参与作词，都有作词哦。所以那时候是我们五个人都有交了一个五个版本的歌，自己的版本的歌。对，那可能，但是我们大家都有讨论出对这首歌都有共同的概念，就是一个提升往上，对，向上努力的精神。对，所以我们做的歌词其实都是很相似的，所以在经过我们五个讨论之后，然后最后决定出了一个最终的版本，是由我们是挑选我们五个人最好的部分，把每个人最好的部分把它拼在一起去那个更好。你们一开始就是最好的部分呢、未来少女里面最好的在一起，然后呢，为了做这首 Elevator， 又把你们五个最好的 idea 放在这首歌，就是精华，对不对？真的太恭喜你们了！再次提醒大家，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到这首歌了那 MV 呢 ？MV 也好了，在八月中，对不对？可以期待一下近期会播出，大家可以多刷几次，多听几次，说不定点阅率就是观听率越来越高。点阅越来越高的话 ，MV 越早出来。因为我真的觉得说他们这么狂也没有过分真的很嚣张。因为像以前早期的一些艺人团体他们出来的时候，因为真的刚出来粉丝不多，很正常啦。你们看你们粉丝，他只是一部分，但是还有很多还没有参与，不见得有空来嘛所以呢，要不要给一下飞友跟爱给一下后面的粉丝朋友们？谢谢他们来，他们还没出道，粉丝跟代言就都来了好，不是框架中的女孩，那态度也表现出来了，连气味都是。你们五个女生都有各自的香水味，对不对？然后我在想说，我在想说，香水味有很多香水啊，是不是女孩自己挑？就不是你们去学调香
那你们的个人的那个专属香水味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来，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讲，然后先告诉大家你是谁，然后你的香水味是什么，你为什么这么挑？好，那先从我来好了，我是队长玉馨，我的香水味就像我的个性一样，因为我很像一个小太阳一般，平常很喜欢就是当一个很温暖的人，然后在舞台上也很希望可以像小太阳一样耀眼，然后传递能量给大家，所以我的香水就比较偏柑橘调。然后再加上，因为我是队长，所以性格就是必须要比较沉稳，然后要很稳稳的带领大家往前。所以我的后调是有比较，琥珀的那种比较沉稳的感觉，就是香水跟我的人是一样的。对，队长要沉稳，对不对？不容易哈、哦。来，副队长呢 ，Sherry， 我的香水呢，其实就跟我自己本人的性格是很相似的。我是 Cherry 嘛，所以呢，我的香水里面是有樱桃的香味。然后因为我在台下跟台下，在台下比较像小朋友，是忙内这样可可爱爱的，但是我在台上的魅力呢，就是更不一样的，有点小恶魔，有点性感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的香水呢，它是有樱桃甜味，还有小苍兰成熟的女人味。哇哦，可甜可盐哦。还有若曦呢？我是若曦。然后其实我的香调呢，大家应该比较少听到，我是西土调。基础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个带有比较神秘感一点的香气，就像我这个人一样，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多面向、比较多层次的人，然后给大家去慢慢的挖掘。嗯，好的，欢迎 Ashley。大家好，我是 Ashley。那我呢，因为在团里面是属于像是一个自然系的小动物一样在团里，精灵，所以对小精灵，所以我的香水的调性是木质调。那因为我在团里呢，是一个比较情感丰沛的人，然后常常会很爱哭爱笑啊，然后有时候也是跟团里面的大家是疗愈大家心灵的一个小小心理医生的感觉。香水是木质调，哇，疗愈人心的女孩最贴心。那仙子般的闪闪呢？就是跟我仙子这两个字一样，所以我的香味就是花香调。然后特别的是，因为我非常喜欢玫瑰，就是有带刺，但是它又非常的漂亮。所以我的主调呢有点玫瑰这个味道，希望大家会喜欢。对啊，一定会喜欢。五个女生，五个不一样的调调，所以我们现场的来宾、媒体朋友们，你们都有两支香水，就有点那种盲盒的惊喜，五支都很好，但是不知道抽中其中哪两支哈。好的，那再来这个问题了，还没有出道就有很多的代言邀约，那么我们请女孩来跟大家分享你们最近代言了些什么呢？而且我们之后也都会看到你的代言。那我们最近期的活动呢，就是八月三号在 ATT， 那是我们出道之后的第一场户外的活动。那在 AT 举办，然后当场的现场会有大概40分钟的活动时间，那也会有跟粉丝朋友们一起同乐互动、一起玩乐的这个环节。对，所以那就希望大家期待一下，然后也来参与我们 ATT 八月三号的活动。哇哦 ，coming soon 呢，在这个礼拜六了哟。还有队长呢，有要再补充？接下来还有第二场活动是八月14号 ，FIFB 是由阿庆老师发起的一个。打歌舞台节目，里面会有六组艺人轮流表演，就像是演唱会的感觉。然后明天就开始售票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然后我们美丽的 Elke 老师当天也有表演哦。哇哦，还有一些就是女孩们形象比较符合的产品嘛，对不对？还有一个好值得讲哦，跟嘉士达的合作，对不对？对。然后跟嘉士达的合作可以介绍一下吗？这很厉害耶。像是我们刚刚有看到，我们有播一支我们的虚拟女团 MV， 对，就是我们跟 POP G， 然后还跟嘉士达合作，然后是我们很难得的一支虚拟女团，然后我们亲自去做动态捕捉的一支 MV， 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哇哦，刚刚有先给大家品汤哦，今天真的很汤很香哦。好的，我刚刚讲到说呢，他们不是也有请 ESPA 今年年初有邀请 ESPA 来台湾，所以这些重量级的选择也都是重量级的，热烈掌声再给我们 Alice， 味道先轰动。好的，我们的粉丝朋友来，刚我也很诚实讲啊，我们主持这么多记者会不是说常常可以看到很多粉丝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看到了我们 Alice 出道很感动。那我们今天有一个互动环节，媒体朋友们也可以捕捉到更丰富的画面，粉丝们。你们看看自己的椅子下面，摸一下有没有卡片，有没有 surprise？ 有的话，我们有五个人。那如果你五个人就是得到我
有的话，请这五位幸运的粉丝朋友上台 ，surprise！ 小惊喜，谁？那你们自己也认识你们的几个粉丝朋友吗？就是举着手幅啦，举着板板的啊，谢谢大家。哇，来举手给大家看一下，让大家看到刚刚的是近距离那个热情，让他们知道。我的粉丝们，快点举起来！我有看到各个不同的啊，玉馨的粉丝。找到你们的 surprise 了吗？ surprise 哪五个人呢？可以到我们的组的有吗？有吗？有吗？会不会有吗？会不会两个呢？哎，所以五支香水是你们去跟调香的老师学的，对，自己调哦。有调，老师多一个技能了，好厉害。有调一个自己喜欢的味道，然后老师会再加一份，是觉得哎，比较适合自己的，对对对对。哦，好哦，来，我们现场有五个幸运的粉丝朋友吗？好，我讲一下，一至十一的位置，哎，你知道自己是哪一排吗？感觉好像电影院的座位，有吗？踩地雷的感觉。哇，好，不要害羞，很难得哦，难得可以在这个出道记者会非常历史性的一刻，然后我们也很期待可以捕捉这个画面，那可以跟粉丝这样。哪有人还没有出道这么多粉丝的，对不对？厉害哦，真的精彩可期。因为我们的歌坛真的很久很久没有一些女团，那我觉得 K-pop 可以，我们 T-pop 一定也绝对可以，我们其实也不输给人家，对不对？我们也希望今天 Alison 出道，让大家见证 T-pop 的音乐实力。好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帮忙一下，我们有五个粉丝朋友嘛，我们要把这一个合照记录下来，那也恭喜呢，可以得到我们香水礼物的五个粉丝朋友们。好，可以上来了，可以上来了 ，Welc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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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Alice World，Come on， 不要害羞哦，是错过再等一百年，你没有了，等不到了，出道就一次，好，今天可以近距离哇！好的，来，这就是我们幸运的粉丝朋友们。好，还有吗？还有吗？好，那么我们可以到前面一点点。哇塞，有没有觉得太幸运？好，那么我们的那个粉丝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女孩们的各自的中间嘛，好不好？来，谢谢你们，看是在那个玉馨跟 Ashley 的中间。来，这跟我昨天打扮差不多。好嘞。我们幸运的粉丝朋友们，好，他们呢拿到了我们前面的香水，香水有，我们现场有香水要给他们拿着拍照吗？好嘞，那我们大家就一起比 Alice 手势好不好？我也学会了，好，来，麦克风给我，哇。好的，我们现在呢就是幸运的粉丝贵宾哦，因为呢粉丝支持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就是让大家来看到换中间 ，Alice， 我们的手势一 Alice， 好，我们看中间，哇，这个标题就又很好写了，哇，还没有出道就已经有许多的粉丝非常的期待，那他们是今天抽到我们专属香水的幸运粉丝朋友。好，来，对，好，没关系，来，请上台。我们到那个，我们到队长旁边。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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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来，我们往左边靠一点。好，来，我们要不要比一下脸颊爱心？好，看中间，比出你们的爱心，你们对 Alice 的热爱与支持。不是从今天开始，但是今天出道要一直支持下去。好，我们也看一下右边。好，我们大家视线统一哈，看一下右边。好，再看一下中间。好，都有拍到吗？好的，谢谢，谢谢所有的粉丝好朋友。等一下我们再拿卡片去换香水，谢谢，谢谢，恭喜你们，谢谢。谢谢大家。
还有我们媒体科，我们辛苦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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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那么待会我们的这个联访时间就准备开始了哦。到这个时间，我们即将准备开放给电子媒体联访。谢谢大家，那么粉丝朋友们也可以呢留下来关注直播啦，还是多帮忙拍一些照片、影片做纪念，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好不好？好的，现在我们开放电子联访，谢谢。那电子联访之后换平面哈、哦，谢谢。对，是想。